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音量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冰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准讲师及各位护坛贤士同修啊，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奇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法会坛上，各个年位之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阿弥陀佛。今日庚子年10月29日，啊，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尊天法子深谈，99天的法会已经进入地球95坛了。再过几天就圆满了，接着我们就要啊将法会坛上所有列人、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及3762大小战争王子君民任灵，和会众等，依照宗教法仪，啊，招请诸灵们。入坛参加祭祖大典，受我维新弟子佛会大众子三祖儿女在林口大体育馆深谈，啊，来祭拜，表达内心的感恩和怀恩。各位维新贤士同修，这一年来地球是非常不平静的一年，百年来第一次的最严重的啊天文煞神，这个都是有因果业力的报闪所引起的人类灾难。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请求玉皇大帝尊我维新弟子大家和会众等，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解冤释结，
的法会。虽然台湾很小，但是我们本着宗教的法义以及法仪，啊，将地球放在我们心中。尤其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大到到九大行星、银河星系，都在我们各位唯心贤士的心中。虽然那么大，但是也都是视现在心中的一个小尘埃而已啊。所以这个法会，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宗旨，我们努力的在圆满，在修行，而期望啊，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同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干戈的战争不一定只有枪炮的战争，而是绵羊两界看不到的战争才是可怕。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新公庙的绵羊两界的战争是累积人的怨恨，累积人与人过去无量劫来在宇宙虚空常常发生的摩擦现象，而造成了当下啊各种的绵羊两界战争灾难。要破除这个灾难能够消灾化解，那只有一条路，解冤释结。要解冤释结，必须要依照宗教的修行法仪，恭诵诸经，念佛念咒，来回向给法界众生。所以你念佛念咒越多的人，好，我们就能够在世间上多活几年。啊，等到在世间业报完了，我们就可以放下走了，这是逍遥自在。所以当下唯心圣教的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我们都是本着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教义，我们努力在家修行，努力在诵经念经来回向，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守护神，啊，也回向给你的指导神、指导灵，还是回向给冤亲债主。我们的音波诵经念出去的音波，看到没有什么。事实上，经文一本拿出来，起心动念，
都有一个方向，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这个修行是自己所得到，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堂上的祖先、九仙七祖，还有三界万年门。所以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回顾我民国71年病得最严重，大慈大悲台湾祖师和观世音菩萨瑶池金母啊，开示我好好修，好好念佛，好好念经，要建立10000间的心庙。那时候我烦恼了，我一家都建不好，要建几家心庙？后来黄山老祖开示我，心庙就住家环境，人是住家，神就是庙堂、寺庙，这都是心庙。让一个人能够理解宗教的修行真实意，啊，我们的心庙就建设起来了。我悟了，我很高兴，而且啊，一到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啊，要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来利人利他，服务众生。我证道的结果真实不虚，所以我才发愿啊，要成立易经大学，终身学习教育，在台湾，在地球各地，每一座家庭的家庙就住宅，你风水对了，对了，如法了，居住者平安，平安之后呢，人的心情就会清爽啊，就不会心浮气躁。那你的身上指导灵、主灵啊、医务灵也同时可以同享和谐的现象世界。所以风水学是那么重要，尤其我看到一些寺庙风水学对了，他的信众众生都是心平气和，与人相处，相对的他的家的事业、众生的事业也就平稳了。我冷静下来一看，每个平稳的家庭的风水里面有隐居的啊，他的
无量劫多生父母的祖灵，啊，多生的亲友圣灵，啊，也有他的累劫冤亲债主，一直在家里，啊，享受地球磁场的调和，而名扬两界都能够心平气和，头脑清醒，思想清净，啊，向善的心时时都会在自我的心灵来发生。所以人，你要懂得风水和祖先、祖灵和三界万灵都有相当相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想把它缩小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自己的身上心中就是一座心庙，所以这个心庙里面隐藏了多少的多生父母，隐藏了多少兄弟姐妹，隐藏了多少冤亲债主呢？所以黄山老祖大慈大悲，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奥义来普传广州弟子，建设每个人内在心灵的家庙。所以正道的结果，家庙的建设就是住家环境的调和，风水的调和。相对的，寺庙的建设，风水错了，家的磁场就乱掉了。一乱了，庙里面、寺庙里面、道场里面的居住者也同样的心浮气躁，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禅机山仙佛寺处处都有龙穴，处处都有禅，所以禅机山仙佛寺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龙天护法，十方三圣大德啊，你们有时间来到禅机山仙佛寺，进入大殿焚香礼拜，啊，叩求阿弥陀佛、黄山老祖、观世音菩萨加持灌顶，名扬两界同关照。所以黄山老祖的大慈大悲，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帮助有缘的人啊，由利转向光明啊。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们啊，要有这个智慧，要理解啊，所以你们到
各地寺庙去参香、去礼拜、拜佛、拜神、拜将军，啊，拜妈祖婆，都是同样的道理呀、啊。佛度有缘人，神明也是度有缘人，本是天下一家亲。所以我们寺庙的风水非常的重要啊，寺庙的风水啊，我们一定要依照八卦啊，依照环境学啊，有如啊，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的分寺道场啊，都有一座庙，让所有学员同学们，你们带着你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还有三界万灵、多生父母朱灵，以及冤亲债主，进入各道堂，那我们的心就会很清爽、清净。这个已经启示了我们平时在社会奋斗、打拼，忽略了宗庙、新庙啊，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新庙和宗庙阐述的清清楚啊，这个是万灵。归依处，这个很重要。万年归依处，你有这个智慧，风水学智慧的，而万年也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祥和之气。若是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啊，一直在世间上你争我斗，争强好胜，到最后结果，你身边的守护神、指导灵、列祖列宗诸灵魂，无处可以依归。而且他们在我们的心中住在一个磁场乱的家庭，那他们灵魂界也居住不了，居住不了。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百病丛生，一个现象呢，百事不顺。这个都和新庙、宗庙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我希望我们各位同学们，今天我讲这个道理，你们要理解，之后能够再进一步的自我修炼。自我修行，成就新庙与宗庙的重要性啊！祝福各位。
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寺庙风水的重要性，往往胜过一个家庭的个人住家风水。寺庙的风水是广义的，天神、六道群灵、群生的心灵归一处。住家是我们一个人家庭的人员他的安身安心处所，这是小我的心庙。寺庙道场是大我的心庙道场，所以王禅老祖在1971年7月23日开启南天圣门，在大武山腰异地精确九龙座前，依照大菩萨会议用心来对话。在王禅老祖讲了一句话，让我们冷静深思。王禅老祖开示了，家庙、心庙、众生庙三个庙都是宇宙大小巨细的视线，所以社会上人世间人忽略了这个风水学的重要性，所以才会很多众生哀怨痛苦不堪。风水错了，住家的主灵也心也不安，心也不安，哀怨悲悯的心出来了，所以家人居住着百事不顺，心浮气躁，这是一定的道理。这38年来，我以这个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发现寺庙的建设非常的重要，加上家里的祖堂的建设也非常的重要，要符合风水学法则，要符合这家人的生活习惯而设计安奉祖先、安奉圣神、活菩萨，这是有理可循。
所以我看过无数的寺庙风水，也看过无数的家庭工厂风水，尤其工厂住家里面的祖先牌位神位，你安错了，家里的磁场乱了，鸡犬不宁，那怎么办？那只有求天求神来解决。可是你要求神不简单，求到正神能帮你忙的不简单。尤其家人往生了，你要安住他的灵骨位，也要有相当的风水学观念，否则的话，祖灵葬下去，遗体葬了烂掉了，灵魂还是在家中游走，住家的附近环境，这个是很值得同情和可怜的。我不是希望提倡宗教的迷信，我们要在正确的了解到宗教与风水学的重要性。有如在民国60多年，有某一家庙，原来香火鼎盛，有钱了，管理人员就开会了，就开始把它挖下去，扩大了，盖起来表面很漂亮，但是在里面居住的也希望说能内修，就开始闭关，结果5个人都死翘翘，接二连三的发生命案，这是风水学，你把它斩断了吧？这个风水学庙在这里，左右龙沙，很漂亮。庭园这样，但是你要把它扩大，把这个沙左右龙沙、虎沙斩断了，穴也斩断了，变成乱流的磁场。所以庙就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那怎么办？挖都挖破了吧？所以你破坏磁场，所以很多庙它要扩大。我不建议把它挖掉，太大一点。有如我们新竹大环寺，
一个穴，龙穴。龙穴呢，一点小庙，啊，那我说你要庙中庙，庙中庙。他说真气人神同旺很重要，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你们看到一些小庙花得不得了，来祭拜的人人潮汹涌啊，就有钱，结果啊，无知的管理员为了要让这个钱能消化掉，就把旧的小庙挖掉盖大了，一盖大了香火就退掉了，你要盖，也要把那个磁场的天兵天将守护神啊，把他赶出去嘞。那马来西亚郑和下西洋，一家郑和庙。小小的一座庙，香火鼎盛了，啊，管理员很慈悲的，又有智慧了，就外面又盖了一间大一点，把它包在里面，香火照常鼎盛，啊，保佑。三界万年，让到国外发展的人啊，到这个庙里面来祈祷啊，因为我们来庙祈祷是来与神佛来印心。和护法神印心，若是你要开心的把旧的小庙拆掉了啊，原来的龙天护法，你的护法神就全部走掉了，你要再来拜拜是观光好看而已啊。百万黎明淹没星空庙的线，所以郑和庙是非常有智慧的，原来的点他没有把它破坏掉，所以聚集了无量数的三界万灵，有缘的人到马来西亚去走一趟，游览的时候去那边拜拜，你有缘的守护神就会跟你印心诀名啊，保佑你平安。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维新弟子，无论你到哪一个庙，
无论什么神，反正神的重要都由我们无量劫来多生父母的诸祖灵和龙天护法会在那边等着你们。啊，即使你到庙里面点一炷香拜拜，你的诚心够了，你的护法神就会跟你印心，让你起灵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寺庙风水的重要性很快的辛丑年，过年也快到了，希望各位同修们十方善诸事，无论你们在国内国外有庙的地方，你一定要抽时间去焚香礼拜，有缘的诸佛菩萨、六耳龙天护法都会在那里等你，啊，一起跟你回家，保佑你平时出入平安，事业贵人相助。啊，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若有人你藐视了啊，是什么庙？小庙啊，大庙就拜，小庙不理。事实上，你不理他，你的守护神都在小庙那里等你耶。啊，所以我们遇到神就拜，遇到庙就敬，礼敬礼拜啊，你会印心，会觉明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础理念。尤其我们在庙里面去祭拜的时候，往往我们的多生父母会在那边与我们会面，你有一种心灵的舒爽清净的时候，表示啊，你的心灵加庙家神列祖列宗诸祖灵就在那一间庙，那一座庙啊，在那里修行啊，你过去了一炷香可以印心，可以觉明哎，啊，这个是天机啊。再加上你到各寺庙点一炷香，功德无量；点一座啊灯火，照亮前程，照亮人生，这是我们人的幸福哎。在今年庚子年，地球人类的灾难那么大，唯独我们台湾这么平安。王禅老祖一直鼓励我们要念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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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念经，那是在散发出磁场能量，而与从蓝天而来的龙天护法跟你印心觉明，而你念经天德经啊，就会和你的龙天护法印心相辉映，
所以会念经的人、诵经的人、念佛的人，你的无量寿、无量的福报，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说：“哎呦，他很迷信。”我告诉各位，不懂的人才迷信啊，你懂了，就是智慧之信、正信。有正信，你就会有福，啊，人生就会光明。啊，这个都是指宗教的力量，哎，也是寺庙风水学的重要性。所以你的寺庙盖对了，地点选对了，在这里聚集的三界万灵啊，与我们缘分最深啊。寺庙盖错了，磁场乱掉了，那么去那边祭拜，感应不了，感应不了，心生欢喜。所以我们啊，提倡有正确的信仰，了解到因缘果报啊，不了解因缘果报，那你看到庙啊，你就不会有所敬仰，那你就福气就不够。所以我们希望各位维新弟子们啊，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要这个观念，那样的话我们的福慧会增长啊，万事就会如意，这是我们基本的条件。尊敬神的成功伟大，神能成为神给人祭拜，是有他的天理，有他的大爱之心。我们要学神的大爱之心啊，不是，哎呀，这个神很兴旺哦，你不了解这个神为什么会兴旺啊，不然为什么我们人家没有办法信任我们，看到我们就躲了远远的，这都我们要去冷静来思考啊。啊，所以王禅老祖啊，你要王禅老祖啊，就心、口、意要合一，这修心、修口和养灵，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希望各位同修能理解，你万事亨通啊。现在我们来回向，回向，愿你所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